第一个出场的是海归张博洋。啊，大家好，你们认识我吗？对，不用回答，肯定不认识，对吧？对，自我介绍一下，我叫张博洋，我是一个海归。对，我知道下面听到海归这个词，你们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出国那么多，海归有什么呢？我就想跟你们说啊，就你们这种想法是对的。现在的海归里面真的大部分特别水，我跟你说简直就是海水。你们身边应该都有这样的留学生朋友，对不对？一个个英语好像没多好，但是非把手机系统调成英文的，微信都不叫微信了，叫 WeChat。真的，你要是出国留学七八年变成这样，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就出去交换三个月，你跟我在这 chat 啥呀？啊，一见面扫一下 WeChat， 扫一下 WeChat。我跟你说，扫完之后我根本就不跟他们 chat。很多朋友都是出国以前很正常，回来就不能好好说话了。我有个朋友，对吧？一般人聊天的时候表示同意、认同，你会说什么？对对对，没错没错。他表示同意、认同，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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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歉也不一样，一般人走路如果不小心碰到别人，说什么不好意思、对不起。他不小心碰到别人 ，sorry， 你就感觉他那个意思吧，好像不是很 sorry。跟这种人在一起最可怕的就是他突然掉东西。一般人手里拿个东西不小心掉了，第一反应是什么？哎呀，他手里拿个东西不小心掉了，第一反应 ，oops， 刚捡起来又掉一个 ，oopsie。哇，你说你说话就说话，没事加什么音效啊？而且有时候他为了凸显自己的海归身份，我说两句话，他能给我嗯哼八次。所以跟他聊天什么感觉，你们知道吗？就是说着说着，我就感觉自己仿佛在看一段鬼畜。嗯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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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ops oops， 嗯哼嗯哼 ，sorry。还有一种留学生，不知道你们见过没有，就是每年都要在朋友圈发一次自己的毕业院校。哇，我的母校排名又上升了，英国前三十。大姐，你都毕业十年了，你记得母校，母校不记得你呀。我发现那些学校不好的人，从来就不会在朋友圈怀念自己的母校。我看朋友圈的时候，从来没见过李诞怀念自己的母校华南农业大学，也没见过池子怀念自己的母校通州六中，也没见过柳岩怀念自己的母校。哦，对，我的朋友圈里没有柳岩。想有没有？当然喜欢给人贴标签的不只是人，还有媒体，最多的就是媒体。有些标签真的是莫名其妙，比如前天我就在报纸上面看到了一个新闻，关于柳岩老师的，标题是这样的，叫柳岩妆前妆后差别大，素颜被指像大妈。我就搞不懂这些媒体在想啥。我说你们见过大妈吗？啊，你们去过广场吗？你家大妈像柳岩啊？就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我家楼下的广场上放眼望去一个柳岩都没有，全都是倪萍。倪老师不好意思，这都是节目效果，特别不好意思 sorry。 谢谢大家。博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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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博洋，你试过在土路上表演吗？就你的这个步伐，在土路上你肯定能犁出条沟来。我们下面就要派出来的是一位狂野的、暴躁的、劲儿大的、可怕的，掌声有请。卡姆，耶！大家好吗？嗨起来，嗨起来！哟，来把线拉过来。好，线拉过来了。好了，好了，我的第一项工作也算是完成了。把线拉过来。大家好吗？大家好吗？你好吗？哎，你好吗？你好吗？哎，我叫卡姆，大家可以叫我的简称艾利卡姆阿斯克尔阿布多热合曼阿布多合利里伊里加矮山羊半面王。我想问一下这哥们儿，你为什么表情这么严肃呢？我看他从头到尾没有一下要笑的意思，是这样？柳岩是你的女朋友什么呢？还是看你一直很生气很吃醋，都不许碰我柳岩。反正这段也不会播的，没事啊，没事。我有一个标签，就是曾被奇葩说残酷淘汰。我想说这个节目三四十个人，为什么要把我淘汰掉呢？
加几个减几个没有区别的好吗？小时候我爸家里头六个兄弟姐妹，我爸离家出走一个星期，一个星期之后我爸回来说妈我回来了，我奶奶说你什么时候走的？没有任何影响好吗？为什么要把我淘汰掉？好吧好吧，我承认我是被奇葩说给淘汰了，但是大家有没有觉得中国有嘻哈里面那个嘻哈侠像是被蒙面歌王给淘汰了？你们有个人戴着个面具叫嘻哈侠，你们没发现吗？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个东西是怎么做出来的，同时又是嘻哈但他又是超级英雄，这两个矛盾呀。嘻哈的人穿衣服特别宽大，超级英雄要穿连体丝袜，而且这个名字取得也特奇怪，像是在拼侠这个字，侠这字怎么拼？嘻哈侠，这名字好好用在节目里头。而且我觉得那人肯定不是自愿当嘻哈侠的，肯定是节目导演给他定的这个东西。没有一群说唱歌手开着会，突然有个歌手就站起来，哟，我要为中国 hiphop 做些事情，我会在节目里面戴上这个面具，不许笑，我会在节目里面改名成嘻哈侠，不许笑。没有人会这样的好吗？哎，蝙蝠侠见到坏人是一个飞镖扔过去，嘻哈侠见到坏人一个金链子扔过去，那坏人就这么戴上了，谢谢啊。你们注意到这节目里面的张震岳和 MC Hot Dog 从头到尾默契就没有去掉过，有没有可能请的就不是他们？在舞台上我觉得这歌还蛮不错的，还蛮不错，这歌手的 rap style 我还蛮不错，一到后台默契一站，导演你看我演的还可以吗？还可以啊，咱们那个 hard rap 在哪里？抑郁症好一点了吗？还可以了是吧？还可以了，治好一个观众。这边没有这样的问题吧？这边都没有，很喜欢你的风格，很喜欢你的，不应该淘汰你，不应该淘汰你。哎，看了吴亦凡在里面的表现了吗？我特别棒，你有 freestyle 吗？他表情总是很惊恐，你有 freestyle 吗？我刚刚那个就是 freestyle 呀，刚那个就是 freestyle 呀，那你有 Windows XP 吗？或者 Photoshop 之类的？因为都是说唱的三大要素，知道吧？算了，给你过吧，因为你长得挺好看的。他在每个人面前停一下，但从来不仔细听那个人的歌，在这里面停一会儿，就发个呆而已。好过，下一个。好过，下一个。好过，哎，这没有人，不好意思啊。我给过你金链子了是吧？给过了、啊。这是哪个节目来着？我怎么给忘了？我的经纪人在哪儿呀？我叫什么名字来着？哎。真的，而且这个嘻哈侠怎么工作呢？见到坏人他要怎么办？用说唱吸引周围人的注意力是吧？看到一个坏，呦呦呦，瞧瞧这个偷车贼，每天在地铁站门口差一位差一位，谁先给他来个旋风腿，旋风腿再过来一条直线，排好队排好队。再怎么说这也是共享单车，不是你家的动感单车，让我嘻哈侠来打破你的邪恶，让我用 B-box 来打断你的作案节奏。噗呲哒子噗呲哒子，这边在敲着说嘎吱嘎吱噗呲哒子噗呲哒嘎吱嘎吱噗呲哒噗呲嘎吱哒就断了啊！嘻哈侠把我的作案节奏给我打乱了，太厉害了，就是他那个面具不许笑。